都是凉快啊，现在五点多，跟俺娘去递烟了啊。你吃吧啊，你长这么高了，看一看，比去年长得还好嘞。这一块也是芝麻，杨梅也好几块都是，长得都不赖。地里有辣的糖啊，好多。现在都是我去每个地里转转。花生又长起来了啊，再过一个多月，新鲜的花生又能吃。这块地也是花生，下边地也是红薯，都是说是几块地挨的啊。这个应该是不太要一个，这个感觉，这个尝尝试试看，不知道这还硬不硬。听说这个放出来有点厚实。打开看看，这还不太这的硬。这个不错，这个应该不错。丰收了啊，这地里挖一个挨一个，谁有一个？我你看有一个。哎，你脚边还有一个哩。哦。把这给撇了。看不见的人。又一个。哇，这边又一个。看这个地瓜。人家种的地瓜啊，也丰收了。打开这草丛啊，这宝贝一个挨一个的。嗯，你看有付出都有收获。哇，这边又一个。这红薯长得是挺好，不但有地瓜，还有甜瓜。看一看，甜瓜。这个甜瓜，这倒霉了，这是的，这甜瓜能硬。你种的就是甜，我跟你说吧。把这个好地大地俺姥姥送你，自己种一个田，当地收获了这么多，啥时候也是有付出都有希望，随便吃。第一件事，别跟俺姥姥往家里送去啊。姥姥，你看我大早上我都给你弄好的。地瓜，这个大烂的地瓜，我来，我来。这个地瓜，都是烂了，我不来。给你吧，你吃吧，我不吃。甜瓜这么烂吗？地瓜你不吃，甜瓜看看。要这样，哎呀，甜瓜都长得这么烂。那是甜瓜。可不是，那是甜瓜，你看看凉凉甜瓜。这你吃呗？这个呀，那什么，别的我不吃，这个也不好。你说哪个好给你哪个，干呗？这个好，这个好给你这个呗。啊，这个好，啊，没当了。干呗。这个也是。好的别叫你吃，娃娃回家的别叫你挑，就摘来这，剩个还不连的。这不摘了个地瓜，我说看看熟了没？这个还不熟嘞，这个地瓜给坏了吧？摘了。嗯，哎呀，那地里那地瓜都不熟嘞，姥姥刚长这么点嘞，等它熟了我摘了给你吃啊。那你说好点了没有？实在的呀，不要了。啊，光给拿好的。啊。嗯，都挖过。走，那开始吃吧。这人吃饭不走嘞。啊，哎，等我吃吧。等啊。嗯，等你几个来。叫几个小伙来尝尝啊，好吃的啊。